Hello， 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这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夏日的一些穿搭。首先第一套就是一个非常舒适宽松的搭配，裤子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我非常喜欢，长度特别适合亚洲人的一条西装长裤，上衣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半透明衬衫，里面搭配一个裸色的打底吊带，可以避免这种半透明的衬衫过于太透的问题。第二套是一件长版的衬衫，但是我把它当做裙子来穿，为了防止走光，我里面有搭配一个白色短裤。这件衬衫的设计非常特别，袖口和领口都有多一点的剪裁设计，领口的长飘带还可以当做腰带来使用，这样裙子就有收腰的效果。因为整个裙子看起来是比较硬挺的感觉，所以鞋子我搭配了一个非常女性化尖头的软皮高跟鞋。接下来这一套我有尝试又回归流行的丝巾扎头发的搭配方式，上下半身的单品都是针织材质，我觉得这种材质在夏天穿着的时候特别有一种度假感。鞋子也是我最近新买的一双非常舒适又很有度假感的凉鞋，整体颜色搭配在一起就相当的和谐。接下来这一套是夏天非常适合日常出门的穿搭，法式的棉质衬衫搭配牛仔裤和平底鞋。这件衬衫我特别的喜欢，它整个绑带其实是全开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腰围来调整衣服的大小。其实这件上衣也会有一点透，我里面是搭配的一件非常适合夏天穿这种很容易透的衣服的内衣，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置顶留言和信息栏查找单品信息。最后这一套也是我新尝试的有帽子加入的搭配，在和帽子搭配在一起的时候，整体看起来也是很有度假的感觉，并不是那么晒不需要帽子的时候呢，这身搭配又是很有90年代的复古感，所以配饰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和当时的天气来选择。
花之前都会整个刷一层这种白色的或者别的什么颜色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画颜色上去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画布的一条一条的痕迹。